八卦城古玩文化街。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重庆九龙坡区八卦城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视频就是这个八卦城这个对面这条夜市街，这边就是八卦城，在对面就是夜市一条街。这条夜市街的话，晚上的话相对很热闹，有很多卖夜啤酒的，还有那边很多摆摊的。现在天还没黑，人还不是很多。八卦城文化娱乐产业区，这条街是一条很多这个餐厅餐馆的街道。我现在到了这个夜市一条街了，这条夜市街的话就是在这个八卦城的对面，也就是这个永辉超市的对面。夜幕降临了，人越来越多。这条夜市街的话主要是卖一些衣服啊、日用品啊，还有小百货啊为主的，逛的人还是蛮多的。我去过重庆很多夜市街，比如说大竹林公主坊的夜市街，还有茶园公主坊的夜市街，还有明尔华府的夜市街。其实这些夜市街的话还是方便了大家。前面这里是卖衣服的，在后面一点呢是一些卖水果的。这边都是些卖水果的。这些水果摊的生意还蛮好的。这条夜市街的话，从街头，也就是八卦城后门，走到这边街尾的话，大约可能有100多米吧，不算很长，但是还是很热闹的。现在主城区这种夜市街相对比较少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最后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地址是重庆九龙坡区八卦城的后门儿。